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今天呢，艾丽呢特地来画一幅特别神奇的画，据说今天使用的水彩是会闪闪发亮，而且还是夜光的呢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那么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。艾丽去哪儿？哇，好黑呀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嘿耶 go go go， 哇哦，这里到底是画画的地方还是玩的地方啊？哦，来，艾丽，怎么了？今天我们要来画画，我还没玩够呢。哦，不过只是画画的话太无聊了是吧？是啊，只是画画的话确实没意思，所以准备了游戏。什么游戏？这里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呢。今天要玩的是1、2、3木头人。木头人哦，这样吗？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才可以画画？是的，不过每次音乐交替的时候，你可以任意更换使用的工具。啊，换工具啊，原来是在这儿。也就是说我用水彩画着画着，音乐一变，这是什么？用喷的是吗？是的，你可以任意更换工具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好的，那么我就可以随便画我想画的东西对吗？我们会为你提供的。啊，什么嘛，为什么连画都不能随心所欲的画呀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反正是个游戏嘛，就玩的大一点吧，听着音乐来画画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朋友们，艾丽觉得这个超级有意思。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写生本是白色的，不过这里是黑色的，黑色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个得给朋友们看看，能看见吗？这个水彩是夜光的，用这个来画的话肯定会很漂亮。好的，那准备就绪了。不过还是我的衣服好像不适合让我好好发挥呢，有没有像雨什么的呀？有吗？像雨的？准备好了。耶、yeah, 好棒啊。大小也合适，太好啦。不过话说，歌曲是什么呢？是我喜欢的歌吗？防弹少年团之类的，还有 TWICE 的姐姐们。我们TWICE 的姐姐们。好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再给朋友们好好介绍一下，刚才没有给朋友们介绍完。这个呢是用来涂水彩的画笔，还有啊，可以喷的水彩，咻咻咻咻这样喷的。还有这里怎么会有水枪？难道里面装的也是水彩吗？是的。哦，这个好好玩，好好玩。还有，哇，还有气球呢，气球，把气球弄破就可以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想起来了。好好的，我来出第一个关键词。第一个什么？第一个关键词是读书的小艾丽。那个要怎么画呀？播放音乐。等一下，首先我得先画一个小艾丽才行。这个呢，这个是头发。好的，然后这样。哦，不要过来，不要动。哦，怎么了怎么了，音乐变了，这是要我也换对吗？好的，还差一点。这里不对不对，现在你必须要停下。停下吗？啊，真是的。好的，小艾丽啊，好，坐。好，停止作画。好，好完美。哇，这个画画真有意思。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吧。好的，介绍一下作品。现在小艾丽非常喜爱看书，她面带微笑读着她最喜爱的书。啊，她感到真的好幸福啊。这个呢就是我所要表达的。
啊，真的好感动，好感动啊！任务成功。好兴奋，好兴奋！但是我在努力作画的时候，干嘛要停止播放音乐呀？为什么要停止播放呢？下回就免了吧，让我尽情的作画吧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，良好的开始，真好玩这个。那么我来出第二个关键词。嗯，好好好奇第二个任务会是什么？第二个关键词是，为了汉堡吵架的恐龙以及大象。好，播放音乐。啊！音乐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怎么回事？哦，等一下。停。快快快，拿出我最快的速度来。怎么老是这样？明明画得很好的。好的，等一下就用它了。时间到。啊啊，等一下，我刚拿到水枪才发现不是扣扳机的，原来是在是用这里发射的，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。等等，我看它好不好用。哇，失败了吗？是的，失败了。好的，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作品，这就是爱丽心，特别悲伤，眼泪一个劲的往下流，一直流到底，到底了还在一滴一滴的滴下去。你离近点看看，一滴一滴一滴，极其悲伤、失望、爱丽的心呢？啊，真的好悲伤啊！好，那么我来出第三个关键词，是最后一个吗？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妈妈带我回家。妈妈带我回家。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最后一个是与热狗坠入爱河的史莱姆。等一下，哇，真的要这样吗？好的，首先史莱姆最好画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快来个跳舞。耶、yeah! ！快乐的活着，加上气球，这个气球现在变成了道具。哦，好的，非常好。时间到，好，介绍一下作品吧。这个一看就能认出这是什么，热狗对吧？同意吗？同意是吧？这边的呢，就是夜光史莱姆了。当下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夜光史莱姆了，看我展现的多么的到位。还有，这里呢，有颗心，代表着史莱姆跟热狗坠入了爱河。哇！好，失败。哦，等等。为什么会失败啊？我有点无法接受呢。怎么看都是热狗与史莱姆已经坠入了爱河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看都怎么完美，为什么说我失败了？为什么？你这个上面没有番茄酱吗？原来是细节没有到位呀。就因为我漏掉了热狗的灵魂番茄酱，就算我失败？是的，失败。哪有这样的？这也可以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快给我放点音乐，痛快的玩一会儿也是不错的嘛！放音乐，放音乐，看这次谁再给我把音乐关掉！哟，嗨嗨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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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早就想试试这个了，
现在游戏结束了是吧？也随便画了对吧？啦啦啦啦啦，哟呼！啦啦啦啦啦，哟呼！哟呼！呜呼！呜！耶耶耶耶耶！发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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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发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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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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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发射发射！发射发射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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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发射！耶！哇哦！哦！哈！朋友们，今天艾莉画了些比较特别的画，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为了让大家更加快乐，艾莉会继续努力的。艾莉去哪儿？